很可怕哎，一大片哎，我觉得要寂寞都很难寂寞，而且最近的肥真的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超级无敌难打，实在是太无情了。好的，现在8点了，又来到我们每个礼拜的三国志战略版时间了。没错，我是今天的三主播，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已经在前几天的时候把虎牢关给打完了，然后目前呢正在尽全力剿匪中，因为匪有点多。等待大家看那个世界战场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到底多多了。先看一下世界战场好了，然后虎牢关这边。先看一下，这边已经大家已经事过境迁的吕布大营，已成为了这个无法无天的调动的地方了。好的，这个是世界主要的战场哦，就是这里虎牢关的部分已经没有了，打完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的这个河洛的这个地方呢，充满了这个刀，但是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三府这边发生了什么事。扶风郡怎么了？扶风郡这里看起来也是有很多的匪聚集在这边了，这也成为他们一个新的据点。哇，那我猜这边看一下这一刀，扶风郡这边呢，匪蔓延到了这里，然后目前这个响石集团呢正在跟他们抗衡。我们看到这条线，这条线以往右呢，正轨军；这条线往左呢，侠客军。哎，这匪到处都有据点哎，很猖狂。看一下这个新市这边发生的事，新市这边呢，沙漠之湖呢，看起来是他们拿下来的，然后这边只是一个新市门口的一个营帐区，所以目前是没有什么事发生的，只是把这个新市的这边围起来。好的，所以形成了这个刀。然后木兰赛发生什么事？夜行客栈，诸天看起来呢是这个夜行客栈呢想要往外推啊，但是诸天这边已经闭城了，门神先闭城，一切都等闭城完结束再说。三国日常，当你突然想要打人的时候，那个人突然闭城了，气死。好的，那三府应该我们刚才就这样看完了。金乡可能还可以看到一点点啦，但是一样是这个卫星郡这边爆发事，我们这边没有视野，看起来是这边天上王者堵了这个码头，看起来没什么事发生。好的，那我们三府跟金乡的世界战场上差不多是这个情况。那看一下洛阳附近现在有谁好了，超多人们。洛阳现在呢已被无法无天围住了，团团包围的围。然后现在洛阳是城池被摧毁的情况哦。重建需要5天，它原生等级是10等，但是现在被摧毁，所以它现在变成一个8级城。那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可能这几天会打洛阳吧，包起来就简单多了。对啊，真的想要打什么城，先把它摧毁就对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是这个河洛无敌多的刀，因为这边超级多匪的，我不知道先从哪里看起。先从元城这边好了，因为元城这边是它原本是7级城，然后也是被摧毁的状态，现在变成5级城，所以现在很多匪呢就是调动到这边来。那它前面这个花前月下的门神也被俘虏了，然后这边都是黑地，然后这边其实从元城到这个魏郡的，应该是说这边都已经被匪入侵了，实在是太无情了。你们看，超夸张的，而且最近的匪真的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超级无敌难打。我觉得我可能全部都压上去好了，也不一定可以换掉。之前还可能觉得你来我往五五开，这次没办法，超夸张的，这真的清不完哎。我觉得要寂寞都很难清完。然后这边他们这个盾修又也被他们攻陷了 ，OK。慢慢的看过来，还有很可怕哎，一大片哎，超级烦，真的是魏军几乎全部都被他们占据了。我们从前面这里嘛，这个码头一直有侠客军过来，那我们这边呢也快要被攻陷了。你们看，现在是一个有点快要撞起来的感觉，这里看起来很可怕，而且他们在那边直接驻守哎。好，那就是从这边开始。然后他们在逐渐的在扑过来这边，然后在不远的将来呢，我的主城呢在这边，我的主城上面就已经很精彩了，真可怕呢，疯狂盖巨马钟真的是打不了哎。
我这边暂停了。哦，可以看到这个战况呢是相当的激烈。这个月下跟月跟那个绝望的厨子啊，现在目前处于一个是现阵营跟藤甲兵的这个战平啊。三下，我说三下吧，我说月下，没有吧？我那我说月下，哪有？你们很奇怪哎、欸，我就没有说月下没。我说三下，这个乌月下板呢、欸？哎、欸，对了，上次的那个情义记啊，就是我们明天就是我们要首次的三国线下聚会嘛，也就是因为我们参与到上次的情义记的活动，他不是有跟那个发肉烧肉的餐酒里面合作嘛，所以我们明天即将马上去吃烧肉了，耶、yeah! ！那这个情义记的这个美食联动呢，会到11月15号，所以请在15号之前赶快去体验看看。吃烧肉的时间到了，如果你刚好没有跟到我们这一批的话，你们可以自己去吃，而且还可以抽金猪。然后我要这边先爆雷，我上次抽到的金猪，因为每个账号只能领一次这个虚宝卡，我上次抽到300金猪。好的，那马上就来到我们的攀凤环节了。好，第一抽，陶谦、向宠，第三抽，又是你，刘疤。不会有吧？火云石，小乔，你真的不要这样。石皮，废尸，第八抽火云石，第九抽何静，第十抽放千块，十抽过去了，今天是一个平安的一天，度过了一半。再来，李岩，放千块，倒数七，我获得了一个灵宝金。诸葛瑾，来，最后五抽了，安凤，再见。4、3，我第一次抽到火云石，然后比潘凤还开心。2、1，最后一张喽，耶、yeah! ！今天获得了胜利，没有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三国志战略版的环节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啦，也恭喜就是拿下虎牢关的联盟呢。那如果你也喜欢三国志战略版，或是你也是个三国迷的话，就会推荐大家一起加入那个真实的三国男人浪漫三国志战略版。那我聊天室有下载连结，可以跟我连结下载啦。好的，那我们把画面交还给棚内棚主播，拜拜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并留言让我知道哦。